头脑顿顿的，你学怎么学防身啊？是这样子的，你每天赶鱼嘛。对对对。你每天赶鱼，你走在鱼后面，你就掏鱼屁股，左一巴掌，右一巴掌，左一巴掌，右一巴掌，他就这样子。他就赶鱼出去，就是朝驴屁股，左一巴掌，右一巴掌，左一巴掌，天天这样子，左一巴掌，右一巴掌。结果有一天就碰到土匪了，对对对，土匪来了，他就土匪来了，他就左一巴掌，右一巴掌，对呀、啊，都打倒了。是这样没错、啊。你不相信，你不相信，你天天去，你像他赶一个鱼，几里路，对，几里路，你就左一巴掌，右一巴掌，顺一巴掌，反一巴掌。你就练这个，你不相信你去试试看。对对对，你练一年看看。对，老师我讲真的故事给你听，版本龙马是一个火力之神。对啊，他是一个道，他有力量的，那个超一个好，就是有一种得意门生，最得意门生的，他所教人家剑道，他劝人家知道说。他大部分喜欢他那种，你数学怎么那么会？以前都是左臂右臂左臂，他的练的够强，练到最顶尖，又练在家里练，然后他的学生呢，竞争是，对啊，就是比较大，因为互争有大。晓得吗？所以你们很多这种故事太多了嘛。以前就有一个就练功也是那个房门呐、啊，门口，房门门口从那个门沿上面掉一个布袋，像沙包一样的小的，每次出门就扒把那个沙包拍开，慢慢加重，每天出门就拍开，慢慢就练出功来了。打斗没有那么复杂，打斗你就这样练。对，这样没错。要不懂，不要特别练，特别练反而会伤。你就是当生活一样。生活一样，你试试看嘛，你自己每天上班，是不是走路你就背一个包，没事就拍包里面装一些东西嘛，你就这样拍。上个捷运每个都拍一遍，就这样拍嘛，你拍的顺，每天拍正巴掌反巴掌正巴掌反巴掌，你试试看，哦，你就是不一样的，不要一年，你拍一个礼拜，你的手就变重了。你慢慢拍，因为生活上面拍的时候，它那个关节会被震开一点，所以你不能做太，你就是随性，怕，然后它慢慢长，拍开一点，长一点，拍开一点，长一点，看不到，它就变强了。然后你这个怎么拍，你就变顺了。打斗就这样子啊，打斗你就练这种东西，你练出功来就好了嘛，是不是？那有什么学问呢？你这个巴掌好了，他们下来一头一过来一抱你，啪一巴掌，那个头就昏，是这样昏的嘛？类似的事情，对啊，这样不懂？人家练形意的不是吗？啊，要到拳坊，家里到拳坊去。十里地就是一个劈，就是刚走路一样嘛，走路一样，就这样子劈过去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就是功夫嘛，功夫就是时间嘛。好像有一个人啊，是三大选手，是真的事情。他跑去跟日本的相扑选手，我们来玩一玩。嗯，相扑选手没有练大力，嗯，他们练。第二个是那种铁炮，对，像不起，真的像不起那种，啪一砸开，啪没有，对，爬不起来，对，他很收，像不起那种很收，对，可是他们的体位很重，他的松一出去跟熊一样，对，是不是？熊也不练啊，对，熊不练，可是那个熊他给你一巴掌你就挂了，熊不练，对，这样不懂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啊、哦，你们不相信自己去，你看，你找熟练，你每天看你是做什么多，你每天要上厕所，是不是？你上厕所的时间多，你就厕所门口放一个，对，是不是？进去就扒，这样子，时间累积出来就是功，对，对啊，啊。
好像一个礼拜练一次，累积不出来功，只能知道方法，累积不出来功，懂了吗？好，应用的功都是要这样子累积出来的。好，但是如果练得不对，就会你天天打，你就会对，是吗？因为不对，你会不舒服。廖副总，不是先说你去打飞机不伤害，因为有些老人的队，因为他们练的都很久，但是他们还是很硬。对啊，所以你不要练了、啊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你不会吗？这个谁都会嘛，老太太打人也都，哎呀，你不要那么快了，就是这个手，便宜一点的，就这个手，看不懂。你就去练、啊、这个谁不会？这会练错吗？对不会练错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你怎么那负心啊？正打斜打，正手反手，正手反手，啊、这样子哪会错？对啊，那个不当铁三角，他肯定不准。要不懂，就是很简单嘛，就是累积。对，只是他一次要练很多，就打铁砂，所以要洗。你不要练那么多嘛，你就累小的累积，出来就够了，晓得吗？一般的人你这样子拍一下，他就受不了。我觉得铁三海不可能说练，他一直练内在的嘛，是练什么？是这样？不是啊，铁三掌有硬练有软练的，他有招式吗？就这样子干啊，因为他是拍东西啊，拍东我就讲嘛，为什么要从小练呢？我刚才讲嘛，你拍的时候震动，里面的关节跟筋就会被震开。对，震开，你一直放松的拍嘛，放松的拍，它就震开，震开开了，它变强，然后洗药水，对，是不是？对，洗药水，然后每天这样做，它慢慢震开，这个孩子在成长。成长的过程中，这个关节跟这个筋这些东西跟着成长去成长，晓得吗？它就强嘛。所以我怀疑你在讲是握力，会类似鹰爪的中间握力。不是，握力并不一定大。他难道打就只靠力量？打人是全身呢、欸，你知道吗？他只练这个，怎么可能对？所以他有弱的地方嘛。嗯，看不懂。所以他们练那个铁砂掌，真的从小练的，他的手会比一般人大。嗯，他如果只练右，你看他练哪手？对，那只手掌会特别大。为什么大？因为关节开，开了嘛。对，是不是？慢慢开了，筋拉长了，软骨变多了，变厚了，掌就会变大。这里面的间隙都很多嘛，对，这些间隙都被打力量不可能是才长练出来，并不是天然出来的。你长锻炼成这样，他真的跟你打，就是这个硬啊。哦，对，硬嘛，跟我拿一个锤子打，我懂我懂，他把它练成兵器了，所以他不是招式嘛，对，就把手练成铁嘛，这也是有用，就是这样，这样就有用了，对，好有。看不懂，那现在都不需要练啊。现在不需要练，现在网络上有卖那个什么手套，战术手套啊，战术手套，还有那种是铁网编的那个，对，那个就行啦，又不怕刀子，又硬，对，比硬还好。看不懂，好，所以自己去想办法，你喜欢什么，你自己去想办法练功，你就那样子。好。